给你看一下我们的 office 在淘宝买的，它关完就按了。天哪！You like 最新款，哇，很美嘞！给牵引来个升级版，就是这里啦。每天在抖音看到人家吃那么苕皮，哦，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美好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去吃我很想吃的一个中国料理。Before that 啦，我先回来公司假假的做工先。这是平时牵引做工的方式，他要这样转转转，他才想到 idea。就是没有做工，他就是用中国。平时啊，算了，他们就在这边啦，与世隔绝啦。之前我就有跟大家讲说过，我想要开箱我的 office 给大家看。抱歉，这个影片到现在都还没有出，是因为我们的淘宝的东西好像一直买不完，那东西就是一样一样的到。先简单给大家看到，没有拍到你啦，所以你不用装作做工啊。所以我们就简单给你看一下我们的 office 这个桌子哈，我们在淘宝买的，是我们三个人坐的，就有我啦、杰森跟倩颖。讲当年呢，倩颖是坐这个桌子，搭配这椅子，看那时候就。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不公平的是，凭什么我们三个人 share 一张桌子，这个人就一个人一张桌子？我也是老板，怎么我这个老板跟这个老板？你坐，来快拍我讲讲座啊！什么 feel 一下？哎，别乱按了。看到我身后的窗帘吗？我们在淘宝买的啦，是谁装的呢？就是有 Sean 啊、景轩啊跟倩颖的。有 Jason 有帮忙开箱一下，因为他蛮难看。他是装，你是装，我们没有做就讲没有做，我们不要骗人了，因为这些东西真的不适合我们做。不要我一句你又一句，来你关给大家看，你看他关完就按了。天哪！他上下都可以关的。太阳今天没有洗，只有刚好今天没洗。那太阳照进来了，你要它向上也可以，你要它向下。然后它的光呢就会在这个墙壁，太漂亮了，所以我们每次都是等夕阳的时候才拍 story。这几张不同设计的椅子也是在淘宝。为什么要有不同设计的椅子呢？是因为我们公司主打不规律。不是，因为有些便宜，有些贵，所以我们就一些买便宜，一些买贵。没有，不是贵。不是叫你给我省钱吗？你老板讲剩下的他出吗？他讲了。没事了，这个椅子嘞是美了，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，是因为它有一点不上不下，可能我今天不要睡下去了，我这样子坐哦，又不能绑，枕头在后面就可以了。总之一句，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椅子啦。比如说我想睡觉是 OK 的，但是如果我想要想东西就不是那么方便。你在想什么？想等一下吃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淘宝买回来的 bus stop 椅子。来介绍一下你现在坐的椅子。这个椅子很好，这好像是买这个沙发的时候，然后再看到他那个商店那边有一个这样的椅子，然后买回来过是今天才讲。哦，这个是他们买来很像拆包裹啊，生活开包裹啊，方便啊，很好用啊。哇，你也是很认真听他介绍，难道你也种草了？因为要是我跟他讲的那些东西，你很认真在听。对哦，然后现在要本来是大家学学用的嘛，然后变成你都没有人要做，有变被你做了。我们脚很长。哦，然后现在呢就变成倩颖的代步椅子，你们会在 shopping mall 看到它这样子。这个房间暂时是我们的 store room 吧，拍摄 room。 对，不要看不到。对，因为我们太多有的没的枕头，然后又不舍得给人，又不舍得丢，就一直这样放住了。然后这个窗帘呢是他们最近才装的，很漂亮。然后你装了之后呢，你有时候太晒的时候你也不用怕。这些其他都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这个 YouTube 的100000奖状吗？奖牌量。奖牌，这个不是我的一个人功劳，最大的功劳是景轩。这200支影片，应该是有180或者是190的影片都是景轩剪的。这个真的我们得来不易，我真的很谢谢你们喜欢看我影片啊。很多妈妈们啊，还有其他的人啊，每次在 shopping mall 看我都讲很喜欢看我影片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蛮感动的，因为我的影片不只是年轻人可以看，妈妈们也喜欢看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只有妈妈对你好，爱你哦，妈妈。既然大家那么喜欢看我开箱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因为我收到了这个 You Like 最新款 Airtree。 之前我不是有拍过给你们看吗？就是墨绿色跟那个紫色，现在它这个颜色很美啊，看到没有，它是新的颜色来的，粉色，很少女心，我务必要开给你们看。
看不到，你要快开。哦，好好好。哇哇，很美嘞，它是那种亮面的，很美。刚开始喜欢 pink color 的人，你们可以入手这个。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粉色？是因为我打算给千影来个升级版。之前千影也是给我种草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去买了这一个 A plus 的，然后这个是 A three。我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但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适合你的。是暗示我变少女吗？不好说呀。你可以走路吗？感恩。这个是你们是谁？我真的是。这个类比起我那个墨绿色的 A Plus 啦，它这一个机身更加的轻盈，而且更薄了。然后它这个触光口的无效面积缩减了，所以呢，它除毛更加的均匀哟。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有那种无痛感的咩，冰点的吗？然后我们全部女孩子都已经试过了嘛。我们 office 不多，男人最多，我们就找 Jason 来试看。我们欢迎 Jason， 萌木啊，阿瓜 man。game， 你看我们公司的人就是这样，你做工全部单人。咩嘢个？劲啦，呢个系 you like 最新嘅颜色 ，pink color 买俾你老婆啦，可以脱毛噶。我冇试过，我冇试过。你冇咁紧张先，诶，他冇管冻了，佢管冻，鸡皮疙瘩。哦，广东话叫冇管冻啊。因为这个有蓝宝石的冰点技术，在跌的过程中哦，没有 feel 到任何的疼痛感，有咁劲，会爽，很紧张啊，不用紧张的，因为我们全部大家都试过了的，你看我们还活生生的在验，是偏哪边？大家这个 U Light 脱毛仪嘞，是跟我之前介绍那个紫色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是新款的颜色，对，然后呢，它自然的速度变得更快，啾啾，哎 ，Messi。哎，冇晒毛啦！不要误导观众哦。首先咧，我要戴翻啲黑超先。OK。MIB， 我就唔可以睇啊。你唔好睇先，你唔好睇我。它是有三个 mood 的啦，今天我们用这个 body mood， 所以我们就用二档。看大家，它起雾非常的快。我们要给它不注意的时候，我们就滴它。我俾你 feel。一二三，系咪？咚咚地，系。嚯！怎样？我只听到你滴一声啫，好冷嘅。之后有 feel 到嚟痛啊，或者咩冇？睇到冇？男人都爱上呢个 U light 咗。俾你试试下。你俾你试试下。揿边度？这里。中间。嗯。广告。广告。广告啲。头先发生咩事？忘记晒啦我。怎样？冇痛嘅 feeling 喎。系咪？嗯。佢使用嘅方式咧？使用。佢使用的方式咧，就係你前一晚十二個鐘之前咧，你要脱曬你嘅毛毛，第二日咧你就用刮刀，用刮刀，刮刀，刮刀。十二個鐘之後你就跌跌跌跌跌跌跌咁樣樣，堅持使用，你就有驚喜啦，你有 surprise 喺入面。第一次用的时候，佢唔系讲佢完全唔会生毛，佢会越生越幼，甚至到可能你唔会再有毛出现。嗯，你睇到冇？佢以前有好多脚毛嘅咧，好似你咁样。Air 3跟 Air Plus 比较来讲的话啦，这一个哦，连打模式升级版的连打模式。没事，我要 claim 好说。这个连打模式类，你只是需要在这边长按一秒钟这样子，它就可以滴滴滴，俾你试下啦。睇我哋呢女人用嘅嘢几劲抽啦你。哦，我见你。系啊系啊系啊，梗系夹机嚟啦，有啲嘢夹机嚟方便啲。你长按，它就出现了这一个，就是连打模式 ，try it on。哦，哇，很快嘅，好快嘅，快到好似又快又冷啊。OK OK， 大家开眼。Surprise！ 系咪我 OK？ 系啊，所以你咁样滴滴滴嘅时候，你系咪都冇感觉到痛？冇。你一直这样按，你很累嘛？因为你四面八方你都要滴到嘛。可是你开了连打模式咧，你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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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坚持做咧，你就唔会睇到你手有毛噶啦。其实你中意毛冇？唔中意。咁样样卖俾你老婆啦。OK。除了可以弄手手脚脚之外啦，你知唔知其实我哋嘅面部嘅毛都可以整嘅，好像臀毛啊，胡须，哎，你胡须要吗？不要。
破一次手臂的毛啦 ，Air Plus 类要用三分钟的 ，Air Three 类只需要两分钟而已。那很多人都会可能问我啦 ，Air Plus 跟 Air Three 啦，建议用哪一个比较好？我个人觉得是以你个人的毛发而定的。如果你的毛发没有那么旺盛，比较稀疏来讲，建议你们用 Air Plus 啦。但是如果你们是毛发旺盛呢，你们可以用A3， 虽然 A3 除毛的效果更强，但是不要忘记要用至少三周以上。而且啦，我跟你们讲，全身上下是滴滴滴滴完啦，才十分钟敷了 mask， 你这个滴滴滴都搞定了。你的 mask 都还没敷完呢。你的 mask 敷 mask 要十五分钟吗？你 mask 还没有敷完，已经把你的毛发滴完了。它的除毛原理呢，就是像这个 IPL 穿透了这一个表皮，然后黑色毛囊在吸收了之后，将光转为热能，然后你的毛发就会越来越细，慢慢的脱落，就很像我的手一样。对，没有，我手还没滴，我的脚。有，黑妹有瘦吗？跟我瘦我的腿，看到吗？这个，其实哦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用 U Light 来滴我的脚了，因为基本上它出不到毛了，一脱完了，口水就出来了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用哪里接力底毛，手毛还有啦，悠悠这样子哦，然后比较明显。对对对，所以就家里还有谁有毛可以用一下咯。我妈妈也是有用啦，现在到累累。一直犹豫的你们，如果紫色你们不喜欢没关系，粉色一定可以满足你的少女心哟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购买的话，可以去到我的 description 按link进去，输入我的 promo code you like pop， 你可以扣40块马币之外，还有送你这个芦荟胶、墨镜、电动牙刷，还有刮毛刀，我怕你家里没有，顺便送你。然后在下单的时候备注妹吼，他们还会送你这个 U 型枕头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好吧，记得脱毛的时候想起我，要嗅一下，有很多人的味道。都讲你表妹有那个癖好，我不认识她的。这样我们等一下厕所要带去吗？要吧。这样现在呢，只有我景轩、Alan 跟帅，我们去吃我最想要吃的3000尺。你跟李包包吃吗？没关系，我有。由于时间关系，好塞车啊！我哋放工去嗰个 Kuchai Lama 系 one hour， 大家睇到我嘅影片，俾少少鼓励，告诉你嘅姨妈姑姐 support 我个 video， 加油加油加油！好的，既然要一个小时，那我就睡觉去。他的车也是要加油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真的，他没有油啊！我看他闯的。啊，两位没有油，学人家去古寨拿吗？我可以去加油站的吗？加油站，我们替你加油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真彩虹，听说看到彩虹的下一站就要打油哦。塞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半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古寨拿吗？而且今天哦是有巴沙马拉嘛，我们好彩找到位置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去吃好吃的。好久都没有来巴沙马拉了，就是这里啦，3000尺，哇，可以带狗狗的哦。我们是冲着这个酸菜鱼面来的。现在来试看它这个茄子，而且它是有三个酱料啦，这个 mayonnaise 应该是怎么跟辣椒酱吧？对，这个已经真的耶！好盖了哥哦，你完全吃不出它是茄子，它又软软。对对对对，但是 OK 了，它很脆。你可以拿好来嘛，你拿来拿去拿不到的，一拍就拿。你喜欢吃吗？牛肉就是牛，炸的跟烧烤的，我比较喜欢吃烧烤，因为它就有很浓那种酸米味啊，你还可以吃到那个，还留着那个茄子味，一开始有一个茄子的炸味，我以为是炸香蕉。真的很久没到的味道，有没有炸香蕉？大家可以吃吃看，如果喜欢茄子的人。这个是酸菜鱼加虾，我们叫的是刀削面呐。倩颖吃的是 braised pork， 不是牛肉丸。它这个酸菜汤哦，有那种辣味，所以你们喝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。可是炸酱面很好吃，鱼片，鱼很新鲜。宣叫的是药膳鸡面，
它的汤好喝吗？汤不错。我的也是，它没有太重那个酸菜味，然后下去是辣辣的。我喝一口冰轩的汤，它是属于比较清淡的的那个药膳，它没有太咸。这样好吃吗你？它的牛肉很有嚼劲，东阳那种，它不是柴柴的，那麻辣很辣。这个是我每天在抖音看到人家吃的吗？苕皮，苕皮好像是用那种薯粉弄成球衣球衣，里面包的料我不太确定，可是我是看到有萝卜。我觉得 OK 哦，这是我没有吃过的味道，我不很能形容。它吃下去有一点酸酸，然后它是湿瓤的哦，你可以吃得出那个苕皮烤了那种浓浓那种很香的味道。我觉得它有加上酸豆角，所以吃下去还是酸酸的。酸酸的。对。那点辣是什么呀？可能它的酱汁啦。我看抖音，他们都是来烧那个苕皮之后，他们就开始磨那个酱汁，然后开始放那些料酱汁。哎，我觉得这蛮好吃的，不错，有点吓到。你是看这个苕皮？你要试试看这个苕皮吗？喂，哇，很辣，来吃苕皮就不会辣了。它不是我们平常可以吃到那种味道，我喜欢。它吃下去是很秋味秋味的，可是你又不会觉得很难吞啊。想象不到是这个味道。是哦。它的面有点大碗了，所以如果你的食量不是很大来讲，我建议你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朋友学。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地瓜球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地瓜球我平时吃的不是空心，就是中间球一球一的没。它这个蛤蟆是满满的，我喜欢了。哇，看到吗？好吃到鼻孔都大了。OK 哦，想到哦，黄黄那个应该是水果的豆，里面是不是玉米？它的巴豆味很重，很香的玉米味啊，好像有点巴豆味。水果的豆。对，该我有讲了，请看我的包。甜的。跟你一样甜，哈哈。啊？跟我一样甜。各位，我们已经吃完晚餐了。Overall， 我觉得那个3000尺的酸菜鱼面，我个人觉得 OK 啦。我觉得它不够酸，如果它再酸一点的话，我觉得蛮加分的。它的那个刀削面好吃，你的面好吃吗？好吃，但是它的肉比较硬啊，很多咬，很多咬啊。对，咬要一点时间去消化。要腰三鸡，就它汤，我刚才喝到有比较淡一点哦，比较淡一点。对，如果你是重口味的人来讲的话，可能那个会稍微比较没什么味儿。对，最让我们意外的是那个苕皮跟地瓜球。如果你们有来那边吃的话，那个苕皮跟地瓜球一定要叫，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地瓜球完全不一样。哇 ，Mr. Bean， 艾伦讲那个酸菜鱼面不错吃，辣。对，是唯一一个吃完的，一个两个浪费食物。我们不是不要吃完，是因为那个面很大份。他第一次吃完东西，他一直讲人家。是啦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以前 Alan 吃不完东西都是我，他是常常吃不完的，老娘帮他吃的。然后还有那个矮瓜，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啦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那种鱼香茄子呀、啊、那种的茄子，因为那个可以吃那茄子的原本的味道。这个呢，我就觉得它是一个炸串的炸物哦，然后就吃到那种面粉啊、面包炸的那个味道罢了。对，那个我就觉得还好。好了，今天这一集的 vlog 就到此结束啦。所以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好吃的哦，可以介绍我去吃。下个影片见，再见。姚健，再见。Jason， 你知唔知你今日要嚟做咩噶？打机吗？哇，好黑啊，冇黑啊！以前是这里受伤了过后，我的心仪对象帮我擦伤口，然后哎呦，擦了旁边有几个毛，然后我就哎有点尴尬，我就这样子折叠，哎，你可以帮我擦药，别了，你没见到，我听有什么？说在讲我，00后很难沟通。